就很可怕。所以呢，山上就开始猎猴子。以前我们家就猎过这么一次猴子，我小时候我叔叔就猎过那么一次猴子，也不是专门要猎猴子，你知道我们都会在山上放陷阱，陷阱放一放哈，陷阱放一放呢，然后呢，那一天我叔叔就说哈，陷阱放一放，打开来去山上寻的时候，突然就看到有一只小猴子在那个陷阱里面，抓不抓？抓。为什么抓？因为通常我们小孩子是不抓的啦。原住民有一个傲气啊，就是说我抓得到你一次，我就抓得到你第二次。如果你还小，我就放你长大；如果我家里够吃了，我就放你回去。可是那天为什么抓？